只要点住里边的一个涂层，然后呢，轻轻的把它往新建筑上面拖上来。OK，看到没有？它就会从这个新建筑局，从那个群组里边呢，就会从这里面脱离出来，明白了吧？老师，那我想再放进去的，一样的，就是点住，点住，然后呢，OK，轻轻的把它放到我们的新建筑里边，可以了吧？好，给大家10秒钟的时间，大家试一下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好，我们整个这块画完之后呢，看一下我们要做一个操作。OK，看一下，首先这块全部画完之后呢，收起来。OK，就变成一个新建筑和一个背景颜色，对不对？好，这里边呢重要一点，我们画完翡翠之后呢，要学会做素材。素材很重要，就是笔刷是笔刷，珠宝素材是珠宝素材。比如说，我们今天画完了翡翠，下回还遇到满绿的翡翠的时候呢，我不想再重新画。老师，能不能有一个素材，或者是有一个图库，我直接把这个画好的宝石啊，直接放在我们的 iPad 里边，这样我省得画了，不要浪费我时间。OK，可以，我们现在就教这个方法。好，整个这块之后呢，我们把背景颜色这块勾选取消掉。然后你就会发现整个背景呢会变成个透明背景，整个背景里面呢只有翡翠，对不对？好，这样就对了。然后呢，我们选择这块有一个扳手一样的操作，好，扳手一样的操作。然后呢，在我们的分享，对不对？分享，好，我们的分享里边呢，我们来看一下整个分享。好，分享里边呢，我们看一下这边呢有个 PNG 格式，PNG 格式。PNG 格式，好，点击了 PNG 格式，对不对？好，点击我们的 PNG 格式之后呢，我们来看一下，点击我们的 PNG 格式之后呢，大家放一下，这块呢有好多选项，这里边呢找到我们的存储到文件，存储到文件，好，点击我们存储到文件之后呢，这边会显示，哎，这颗宝石的样子，然后呢这边没有。新建名字，我们就改它叫翡翠，改名字啊，翡翠。然后呢，选择一，好，然后呢，点击完成。好，完成之后呢，看一下这边呢有我们的 iPad，点开我们的 iPad，我的 iPad。然后呢，这边会有个 Procreate，我们这个软件的文件夹，点击这个软件的文件夹，然后呢，看一下，然后呢进行保存。好，导出成功。好，老师导出成功了，那我们怎么把这个宝石给弄出来呢？好，看一下，好，等大家5秒钟的时间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好的，然后呢，我们点击操作，然后呢，这边第一个操作里面第一个是不是有添加？对，添加，好，添加完了之后呢，我们有一个操作就是。插入我们的文件，记住啊，是插入我们的文件。好，插入我的文件之后呢，我们在这里边呢，老师这怎么没有找到我想要的这个东西啊？好，看一下，我们首先呢不要慌，然后呢选择取消，然后再重新插入文件之后呢，看一下浏览，最下面有个最近项目和浏览，看到没有？好，看到这个浏览里边呢，OK，整个这块拿出来之后呢，也没有看到 Procreate 这个文件夹，对不对？好，不要着急，不要着急，跟着我来，返回位置。好，这边呢会显示整个总览，总览里面还记得吗？我们的 Procreate 文件夹是在我们的 iPad 里边。对，iPad 里面点击完了之后呢，它就会出现，哎，整个 Procreate 这个文件夹点住，然后呢就会出现，哎，看到没有？翡翠一就是刚才我们做的这块宝石。OK，好，出来之后呢，它会默认显示这块鼠标是。点住的，然后呢，它可以移动，看到没有？哎，这块就是我们整个导出来的翡翠。然后呢，你可以大小去缩小，前提是你要把这个变化呢变成等比，等比的情况下，大小比例不会变。OK，然后呢，选择任何一个地方去移动，手指放大，手指移动。OK，看到没有？好，这样我们的翡翠是不是？好，老师定完位置之后怎么办呢？点击我们的鼠标键。
好，明白了吧？我们再试一下，整个这块操作插入文件，好，点住我们的翡翠，好，它会直接进来。然后呢，我们可以双手缩小，可以，然后放在我们想要的位置上，然后点击确认。好，明白吗？这就是我们整个iPad 做绘图里面那个核心的之一啊，就是我们整个要学会做宝石的素材，这块很重要。好，我们在课堂上面呢，老师已经准备好了差不多上百个，已经老师自己画啊，上百个差不多有画好的一些宝石，老师自己亲手画的啊。然后呢，还有一部分就是老师在网上去抠下来好多整个不错的宝石，把它直接抠图抠下来，然后呢变成了我们的素材，这样给分享给大家，这样我们大家后期在画的时候啊，有一些宝石如果你画不好，你不需要画，你在做定制的时候啊，你只要把这个素材导出来就可以了，明白了吗？好，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用的方法之一。好，老师这块这么多，那我们现在怎么去整理呢？很简单，如果我们这块多了不要的话，我们只需要从右往左滑一下点击删除，从右往左滑一下点击删除，好就可以了。老师，我是删除完了，但是画面里面这块好大呀，这个宝石那怎么才能把它给缩小？点击看一下，不要选择这么一个图层，是选择我们这个组，这个组的名字呢也可以改，我们就改成翡翠。好，看到没有，我们选择这个翡翠组，然后呢我们选择这块鼠标，然后呢等比缩小，对，等比缩小，对，然后呢放到一边，好，点击确认，明白了吧？好。